修手机了，我有修手机，我现在用耳机，你们是不是听我声音听得超清楚，然后就会知道我感冒还没好。科科，哎呀，你不能进来了，北极啊，北极啊，北极啊，我以为你在看，对不起，我的苹果，我要吃鹅肝，我去拿。妈妈到底，妈妈到底，不要骂妈妈霸气，都这样，平常都是这样。哎，我傻眼，超好笑，他刚直接就要冲进来，我以为他有在看呢，我真的是傻眼，好好笑。Hello， 大家，哎，我的光线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是不是因为我开错东西？我开个什么东西让我的画面看起来不要那么蓝好了，这样就可以看到潘妈本人。看到潘妈本人我就麻烦了，好不？谢谢 Happy 乐送我真情告白哦，要是我有 man， 为什么戴耳机？就是我花了奢侈钱，对，就是。我难得花了奢侈钱买了自己的东西，下一批又送了好多个真情告白。Hello， 两光，谢谢你，谢谢你们，哦，耶，嗨起来！所以我是要放音乐，就是我只是很想跟你们说，我买了新耳机，看起来很炫炮，对不对？不是铁三角，这个是 Sony 的。然后我跟你们说，就是我啊，我从国中开始就一直有个梦想。我的梦想就是在那个楚国，不是，我的梦想就是要买一部那个耳罩式耳机，然后我一直买不下去。哦，这到底是什么？我昨天就想着，谢谢本神推送的人气酸果盘，人气水果盘，人气磨酸的，不要突然卖包包，不是吗？不行，那不行卖包包嘛。然后我就是前几天吧，去修手机的时候。因为我的耳机孔已经接触不良，然后他说要换新的耳机孔，然后那时候想说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now， 然后那时候刚好手边有 Coco，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妈，我可以去调耳机吗？因为我的耳机本来就用很久，就是耳塞式的那种，然后又一耳坏掉了，然后我想说那我买一副新的好了，然后就是去调，可是这其实也不是很贵的东西，就是1000块以下那种初阶入门款。我也是买不起太贵的，对啊，有麦，还有耳麦，它其实不到1000块，就是个很便宜的入门款，这样。这个声音好自然，会犹豫就是想要，就是要买不下去，就是你知道，就是该出操了，就是今天也一事无成，还顺便花了点钱的我。其实我的耳机都是用夹的，我怕那种夹的，因为我戴过，可是用夹的那种我耳朵会痛，对，我耳朵会痛，对不起，我感冒还没好，好像没办法用耳朵会痛，然后这种时候就是我不知道这样子放歌，就是我听到的声音跟你们听到的声音会不会是一样的大小，欸，因为我不知道这只耳机的收音状况怎么样，想说今天可以顺便测试一下。现在这声音状况是好的吗？Hello， 中文管理生，大家好。这头发你谁？因为我今天就不想弄刘海啊。还是你们觉得怪怪的？会怪怪的话，我就来夹。可能这样看起来好像比较软妹 ，you know 嘞。剪这头发之后，你们还没看过我这个刘海，就想说给你们看一下，这样是这种感觉。
啊，这个如果双马尾的话，是不是杀伤力会更强啊？我是不是该绑个双马尾？呜呼！那你们等等我。感觉很妹妹头，我的天！啊，红包！可是我没抢到月月红包。等等我，我绑个双马尾给你们看。现在听得到吗？我现在讲话你们听得到吗？Nice， 所以代表这只手机真的是，就这个耳机真的是收音很好哎。就是我现在其实把它放在桌上的状态，然后收音还是都听得到。因为我怕说就是买蓝牙耳机，然后我不太会用，而且蓝牙耳机还有充电的问题。我想说先从初阶这种接线式的试试看好了。有人在研究耳机的吗？我刚好看到无尾狐飘出来一下，无尾狐是对耳机有研究是不？你该不会从昨天的直播看跟到现在？没有，我昨天直播下播之后就进入省电模式了，因为感冒。我今天也是睡很久，我今天睡到下午吧，就是让身体慢慢恢复。最近睡眠有点，真的是蛮不足的。稍等我一下哦。这样吗？可爱尊贝，笑不笑？可爱贝尊，耶、yeah!。蓝牙耳机会 lag 一点点，不太喜欢。型号是 Sony MDR-ZX， 我没有在记型号哎，不过盒子在后面，我又要再离开这现场了吗？有耳机之后就要一直拿下耳机，麻烦。我的拖鞋刚喷出去。今天有蛮多东西可以讲，可爱吗？谢谢。阿潘准备好了吗？什么？阿潘准备好了吗？你是说按红包吗？好，我来，是飙车的声音，我刚刚飙车了，我刚刚飙我的电脑椅，可以，我飙了一波法拉利，心路历程。等等来讲啊，啊！为什么我这样还想不到啊？我手什么问题？我手到底有什么毛病？谢谢月月，哎月月，我抢不到就要一直送。这个型号是好像是刚刚那个本身在讲那个没错，就 NDRZX110AP， 长这样。这是我第一副耳罩式耳机，我会好好对待它的，因为不太对这方面还没有什么了解，只是一直很想要一个耳罩式耳机，而且我也是蛮重视那个音质的人，所以想说，就是那时候也是在，因为铁三角也有1000以下的这种就是 DJ 耳机，然后我在想说，先从铁三角还是先从 Sony 入手才好呢？因为其实价位差100块左右而已，就是其实价位是一样的，可是衡量之下，就是
听下来的感觉，然后还有外形，外形很重要。你要知道戴耳道式耳机就是要炫炮，所以就选了外形相对可爱一点的 Sony。 什么 Miso 有问题？谢谢暖风。我们等一下再来讲那个选拔的心得。铁三角比较偏女生喇叭，索尼划算，对对对，索尼很划算，主要是铁三角刚好没有我喜欢的型而已啦。它其实也是很，就它其实也是很漂亮，我觉得。老实说，索尼耳机 CP 值比较低，嗯，我是觉得两边就是感觉差不多啦，因为我觉得就是1000块以下，基本上要谈好耳机，本来就是一个周到。有空可以看一下帮国树披的西装，我有看到，超好笑。第一副耳罩式耳机，铁三角 ATHTAD300， 偷查一下。对啊，铁三角低于3000的这个就，我觉得低于，真的是低于3000耳机就是，挑外形比较重要，因为音质说实在的，就是反映在价钱上啊。ATHTAD300，因为我想说要有一定知识之后再去挑高阶的机会比较好吧。很好奇耶，偷看一下。哇，开放式的、哦，还蛮便宜的，很平价哎。耳道式也不错，可是说真的，就是怕耳道式戴在路上其实蛮危险，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戴就是耳塞式耳道式那种，然后就是入耳式的嘛，然后在路上走其实超危险的，因为我不喜欢两耳都就是其中一耳没有声音，我会觉得不平衡，然后我就会两耳都戴着，可是两耳都戴着走在路上超危险的，然后我觉得耳道式相对之下比较安全，然后又炫跑这样，开放式真的会被旁边人白眼。对啊，真的要玩的话坑很深的，有我有听说。我后来有去逛一些耳机专用店，我就超可怕。重点是炫炮，开放式只适合在家里用，我也觉得、哦、有时候听不到车子的声音很可怕，对，真的很危险。可是那种夹式的那种我又很痛，就是我小时候吧，我不知道现在夹式会不会做比较舒适，应该是相对之下一定会比较舒适。可是小时候在练朗读的时候，用 MP3 然后都是接那种夹式的，然后我觉得超痛。耳机不贵，真的贵的是线材。我到。我戴入耳式已经习惯，我也是，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戴入耳式的。我前一只耳机是那个，我也忘记它什么牌子，只知道那时候记得是在特价，然后跟哥哥一起购入。那时候是那个周董代言的，是周杰伦代言的，然后想说音质应该不错，然后戴戴看。可是后来发现，就是真的，我觉得就是。这个、DJ 耳机真的是要自己听的喜欢。然后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的 Long Life 现在画面就是感觉很，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感觉，就是很 3D， 很像 3D 动画，好奇怪哦。你们有这种感觉吗？就是感觉我的画面好像在快转，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日本耳机比台湾便宜不少，对，有另外一个不买铁三角原因是因为那个，听说在日本买铁三角会比较便宜，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到时候请朋友帮我代购这样。如果真的喜欢，我再请朋友帮我代购。因为特效跟耳机衣服很完美的融合，是吗？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很咻的感觉，感觉好像一直在快转我的画面，就是我耳机也摆，就是那个。耳朵摆动的超快的，比平常还快，但其实我的嘴型它是有跟上的，所以我觉得好怪哦。当阿三泰哥不是你，谢谢伊乌吉娜送的肉球诱惑，我现在超适合。
今天的耳朵摆动特别还是我错觉吗？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是在说这个，它真的很快耶，会发生什么事？嗨啥？台湾也很多能试听，对，台湾的铁三角其实都能试听，我那天去其实它都能试听，但你就是买不起，笑死。我最近在寻找新的耳罩式耳机，如果大家对音质方面有什么研究的话可以告诉我，就是因为我对这方面真的是还没有什么心得，只是我发现啊，就是 Sony 跟铁三角一样是低阶式耳机，可是 Sony 在就是低音 bass 这方面会比较着重一点。从以前在用 Sony 耳机入耳式耳机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它在低音这方面做的还蛮用力的。今天耳朵翅膀翼，对啊，它真的快飞起来了。看阿潘常听哪些歌才能决定？阿潘平常都是听偶像 ，Mamo， 阿妮。而且我真的觉得很奇怪，我现在戴耳机，然后重点是我现在戴耳机，然后我听的不是电脑音乐，我现在不是在听音乐，然后是在讲话，超怪的。那我是在戴什么耳机？超好笑哦，不行。自从买耳机的每一天，我都很想要赶快戴上耳机来听音乐。可是这有一个烦恼，就是我有时候会，我其实以前用入耳式耳机的时候，虽然对耳朵很不好，大家绝对不要学。我会戴着耳机睡觉，我只要在外面住啊，如果我睡不着，我就会戴着耳机，然后听音乐睡觉，会睡得比较快。然后睡到就是快睡着的时候，就会把赶快把它拔掉，这样就真的快睡着的时候再把它拔掉，然后。现在戴这个就没有办法，这个就没办法，因为我睡觉是，就是我睡觉的姿势就是婴儿式卷缩的那种，就是会变一坨，你会看到一坨阿潘侧睡那种，就不能戴了，这样对耳朵很伤，对啊，所以绝对不要模仿阿潘。然后我发现我忘记上腮红了，还有现在有特效挡着，可可。瞎子睡法什么瞎子他妈他知道啊，就是以前会这样子睡觉，然后我妈就会来跟我讲，你不要戴着耳机睡觉，拔掉，这样耳机run过100小时左右声音或许会有点不一样，可以期待一下哦。真的吗？好奇。如果要我run的话应该很快就run完了，因为我就是那种，我会买耳罩式耳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耳机啊，就算是戴耳塞式有线的这种，我也是几乎24小时都是戴着耳机的状态，就是除了睡觉以外，我出门啊、坐车啊、上课什么的，我基本上耳机都是拿在手上，不然就是戴着，所以耳罩式耳机对我来说真的是蛮方便的。只是藏不住耶，上课不能听音乐啦，这样就是变成上课不能听音乐，因为太嚣张了这样。可是其实也还好。拿常听的歌一直放，让他的硬体顺一下哦。真的，新耳机真的是比较闷一点。我上一支那个耳道式的也是一开始很闷，就是他在低音 bass 那边也是做太重了，所以听的还蛮不舒服的。但到后期 run 过一轮之后就觉得还好。大家感觉都对耳机很有了解，不愧是现代人哦。梳个刘海。今天的主题主要就是接续上次那个冷知识吧，还有一些，应该还有冷知识没有讲完，应该还有，如果我努力想一下应该也是想得到。然后还有就是近期购入的，像是耳机啊，还有其他东西可以稍微讨论一下。还有阿妈又帮我增加新的法器，耶耶！哇吼，太开心了！大家比较想听哪一个话题？不管你们要听哪一个话题，先让我吃块苹果。
我刚刚这样吃苹果，有没有那种，就是，不是有人会专门去听人家咀嚼东西的那个影片吗？我刚刚有没有很像？我还故意嚼得很大力的人。阿曼鸟猫好。我想到了，耶耶耶耶！对对对对对 ，ASMR 那个要怎么念啊？阿妈其实很想让你成为魔法少女，对，阿妈买了新法器，我真是，大概是头上长蝴蝶的部分吧。我想，她买了这个，我真的是好，我真的已经开始不知道阿妈到底想让我走什么路线。她就是一只蝴蝶，对，butterfly， 对。他可能知道我最近喜欢看《鬼灭之刃》吧，可可，所以我就是头上可以长蝴蝶露哦，像这样。等下没地方可以夹啦，妈的，它会滑下来腰死，而且超难用啊，好痛！这是要夹哪里啦？这是蝴蝶超难控制哎，我的天哪！这样有吗？有蝴蝶，好，有蝴蝶，这样。阿内吗？阿妈有看《鬼灭》呢，没有地方可以夹。我现在绑头发，哪有地方可以夹？这样，阿内 ，a butterfly，a butterfly， 而且他也不是买一只哦，他是买两只，一起被两夹。我真的是黑人问号。夹鼻子是吗？夹这里，夹 a butterfly， 两只 butterfly， 哦，这样看起来像特效，好好笑，妈好贴心，好哦，这样吗？我好无奈哦。那假刘海绝对不是吧？主播哪来新特效？对啊，这哪来新特效？都换不到哎、欸，对不对？然后他还买了一个，这不知道，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是假拿的了。这个真的是我很匪夷所思的东西。这看起来比较像假鼻子，就像这样子，就是这样假这样。已经不知道这是干嘛，这到底是拿来做什么的？这到底是戴哪里的？哦，好痛！哦，这惩罚游戏用的，这到底是假哪里？哇，喷出去了！阿妈，对不起，不行，我真的不知道那是放哪的。我觉得蝴蝶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用哎，我觉得蝴蝶好像有进步，就是跟之前的那些奇怪法器比起来，我觉得蝴蝶这个是有进步的，就是至少要夹起来是还能看的状态，你知道吗？单马尾用的样子 ，so good， 是这样用吗？不行啦，我刘海超多的，好不好？用一个夹根本夹不住。我平常化妆的时候这样子，超大一撮刘海。できないでしょ？额头超高哎、欸，要求我要这样子溜额头吗？不要，我选择不，我选择盖起来。回来，刘海。呵，然后我再吃一块苹果，笑死，这是抓蛇锁哎。他被我腰斩了，痛啊！你们戏很多啊！谢谢艾瑞克，谢谢艾瑞克。然后
还要介绍另外一个我买的东西，就是我真的是每次经过都在看同样的东西，然后我还没有开箱，所以现在应该是第一次开箱。哦，好香哦，一打开就闻到了，就是我一直很想要买香水，可是一直不知道到底要买哪一排的，或者是买什么样的香水，因为其实香水比你们想象中还要多种形式，就是它有分香膏抹的那种跟凝胶，然后还有分就是一般喷的那种香水，然后我一直觉得喷的香水很浪费，因为我很怕喷了然后就都喷到别的地方去，根本就不是喷在自己身上，对，然后我就考虑来考虑去，然后买了凝胶，就是有点像唇蜜的那种形式，就是一体状的，然后可以抹在身上这样。感觉今天讲话很吃力，因为感冒啊。Hello， 高桥城。耶、yeah, ，阿胖，阿胖，阿胖万岁！阿胖跟你家肉肉一起上选拔了，欢喜哈，抹在脖上那种，呜。我的蝴蝶坠楼了，我的蝴蝶坠楼，我快笑死！蝴蝶坠楼，蝴蝶休息一下好不好？好，就是我蝴蝶刚飞走了，然后就是长这样，长这样，超可爱的哎！天哪，今天第一次开箱，好开心哦！这一排叫我不知道该怎么念哎，要是我。Fiance， 嗯 ，Fiance， 这个牌子叫 Fiance。听讲你小改出来哈，嘿、啊，感冒变严重了吗？没有，就是一直都没有好。阿妈不要看二，笑死。也没有变严重，就是一直没好。青蛙 ，Hello， 青蛙，好香哦，它叫 Fiance， 然后。这一排就是有很多各种神奇的味道，然后我挑选了之后选了一个叫甜美花香的味道，所以如果以后握手会什么你们闻到阿潘身上的味道就是这一罐哦，它也有出喷的什么的，就是一个叫甜美花香的香味，真的超香的，哎，你们闻一下，超香超香，闻一下，快闻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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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有没有闻到很香很香，阿潘现在身上的香味，就是它是抹在这种地方的，它是抹在脖子跟手腕上面的。好，我现在不抹，我现在抹的是要给谁闻啦？傻眼。好，我把它收起来了。嗯，好香，它叫甜美花香，我真的很喜欢它的味道，就是有一股那个甜甜的味道。然后包装是长这样，如果有兴趣。想知道阿潘身上的香味是什么香味，就是这个香味，谢谢。然后至于它的过度包装是来自于现在是就是快要圣诞节，然后就开始过度包装了这样，对。然后明明店家说周年庆会送我一个香氛膏，可是他忘记给我了，我要改天再去找他讨，哼。嗨大家，哪闻得到啦？你们要假装闻得到啊！阿潘好香，对吧？谢谢佑英。什么听起来是未婚夫还啥的？什么 Hi Fiance？ 结果过没多久，那家店就被一群人围着。这个其实很多药妆店都买得到哦，就是在很多日系药妆店都是买得到的。是一个香水的大牌子，算是平价的，就是平价的香水牌子这样。下次会注意的，很怕自己的香水味会太重。
哎，真的 Lingo 的那个香水味超重的，然后我就在想说 Lingo 就是那个它的香水有一个很神奇的味道，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这个味道到底在哪里常闻到，我就觉得很常见的香味啊，然后就有一次经过那个西门的那个爱迪达旗舰店，我就闻到就是这个味道，说你是不是在爱迪达上班？谢谢团长，被你发现我公司了。我的香水味是含羞草和小豆蔻。月月有香水吗？我下次注意一下，因为宁儿的香水是含，就是味道是还蛮重的，不会说不好闻啦，就是味道还蛮重，就是会注意到他有喷香水这件事情。吃晚餐呢？不是，我在吃苹果。我俩最好你看得懂。挖矿屋啊，挖矿屋哦，团长。你讲你要去用那别人啊，啊，搁有你的特工队定的留一个绿色的围给我，对不？撤。Hello, Mollys. 哎，好香啊！那个香水真好香，我真的好喜欢哦。呼 ，Hello, 艾米丽，谢谢飞镖送的玫瑰，掌声鼓励还有看好你。所以令我用的香水是哪种味道？我很好奇。我对那个对男生的香水味超级不了解的。其实我对女生的香水是一点都没有了解啦，我只是知道好像就是什么 Chanel 的是很有名的，可是我就是买不起那样。我以为是迪奥的香水比较好，我不知道欸，我对香水超没有研究。上次去百货公司周年庆，然后就是大家都在疯狂买东西，然后我经过香水的柜位，我还是都是不敢试喷的状态，我真的是超害怕的。我只敢买 Beyonce 小宝，因为它就是便宜的，然后也不会有人推销你。谢谢坤坤 ，Hello Jerry。我的香水是某 JM 的，只有在活动上特别去用。什么是 JM？ 我直接奔一波。我对专柜超级无敌没有了解。JM 是啥？我 Google JM 跑出来全部都是沙龙欸。喷免费不用怕，我就怕，反正就是试香只喷吧。我喷香水最后一个规则就是，喷泡，前面三个字我不能说。之前用过 Burberry 的，觉得太老。Burberry 是啥？我那个阿六，你不用喷香水啊，反正就是你身上的味道差不多就是令狗身上的味道那样吧。没事，Burberry 是什么？我真的很笨哎，让我了解一下。哦，都是格纹哎，查到的都是格纹。等，第一喷吧，不是吗？阿潘昨天影片看到没有？我有看到你。茄子说话了，我跟你说，我刚刚晚餐吃了一盘茄子。我最近一直吃茄子，
我只要去吃，我只要去吃自助餐就一定会夹茄子。我吃茄子只有一个规则，就是哔哔哔吃饱，没事。这块太大块，塞不进去。Hello， 台瓦哥，我们好好谈一下。太羡慕茄子了吧？顺带一提，我现在是在吃苹果哦。我现在冷静，我的冷血全爆炸，爆炸吧茄子！这样就会变红色的茄子，这样叫什么？红茄，听起来蛮好吃的。你也是舍利主啦，混蛋！谢谢小爱送的玫瑰。然后我要继续讲什么冷知识啊？我还有什么冷知识啊？变声器那个啊，其实是真的是蛮，就是也不是说真的是变声器，就是只要一下播，然后就突然变得很客套吧，就是在舞台上面就是喂喂嘿嘿哇哈，然后下台之后就是谢谢姐姐谢谢姐姐的那种，就是客套模式就全开了这样，差蛮多的，就这个差蛮多的。现在思考改个好吃的昵称后不会太晚，不会太晚，可是大家会不认得你，而且我觉得你要改昵称就是会被大家用很凶，对同事很有礼貌的那种，对啊我是，我嘿耶呼呼哈哈，不行的品质推到我电脑，我嘿耶呼呼哈哈。真的你好可爱，谢谢。Hello 安 ，Hello 米酒，晚上好。我在吃苹果。瞬间三岁盘，阿妹大也改了，阿妹大也改了，阿妹你是改，跟哪里是改？就阿妹大也改了，我娘看看影片，什么影片？好吃吗？好吃。对同事礼貌，我也会，就觉得很想震惊，对吧？就是突然很震惊，然后那个啥，我要说啥？还有什么冷知识啊？我想想看，我想看啊！我会唱无意义的歌，就是我有时候一个人走在路上，就是只有一个人的时候。然后就会走在路上，然后我可能看到路边有三角锥，然后我就一直唱三角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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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种奇怪的歌，就是完全无意义，然后不知道在干嘛，然后每次唱出来都不一样，超好笑，我觉得我超好笑，然后我自被同学听到，然后我同学就讲说你在唱什么，你再唱一次，我唱不出来。能坐在椅子上绝对不起来，椅子就是要拍的桌旗，路人没有傻眼，可是我唱很小声，我就是对这种感觉，然后如果如果现在吃好吃的东西，然后就会嘟嘟嘟嘟，就是我会一直哼歌，然后我不知道我在哼啥。
路人没有傻眼，路人一定很傻眼，路人没有白眼你，没有。可是我告诉你们，那个肉肉有一次就是，七七不是去那个上海那边，然后有表演，有表演《Confession》这首歌，《Confession》不是就是会踢腿下很帅嘛？然后那个肉肉有看到，就是有看到影片，然后他看过七七跳这首歌，练习这首歌，然后就他有一次跟我，然后一起走在路上，然后他就突然讲说，我真的很想要学那个，然后他就突然得，然后踹一下，然后旁边路人被他吓到。我真的是快笑死了，他就一秒震惊开始走路。我真的笑超久。可以请造型师让这个造型变成三单的呢？不知道，你去问造型师，不要问我。露露不要打我，呜呜，原来露露有这面，露露有，露露超可爱吧？超可爱。这是跟午睡梦到掉落突然站起来一样，可惜团长走。对啊，不要吓路人。阿潘今天刘海好可爱，我今天就是没有用刘海的状态，就是早上起床之后，然后不想用刘海，就会这样出门。反正你也不知道我是谁嘛，这样。呵，妹妹头一波，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人知识啊？你最爱多米西里？其实脸皮很薄，这个算人知识吗？这之前也讲过，就是我其实就是个脸皮很薄的人。妹妹娘成大一新生，我没有被认出来就好了，我不奢望任何人跟我搭话，最好是都不要。这看起来明明才高三，对呀。我谁？我阿派。看起来很可爱，其实是可以憨全的打墙棒，我才没有憨全的打。我只会打安打。还有什么冷知识呢？我想想看。其实我起床闹钟也会定十个，而且我每一个都听不到。这样可以吗？我定了，我是那种定了十个闹钟，然后我一个都听不到的人。然后我就会变成我爸我妈叫我，然后他们就会很生气，他们讲说你到底哪一天才可以听得到闹钟，我听不到。你可以不要赖床吗？不行。干嘛？手机君现在54%，然后就重复看了好几次打脸。还有什么冷知识啊？让我想一下。让我想一下，起床的时候就是不会起来，就是死都不会起来。然后我起床之后会做什么啊？我想想看哦。就是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出门的最后一个步骤是刷牙，记得起床气很严重。是啊，现在还好，现在还好，
可是现在有个怪癖，就是我起床之后不管会不会迟到，我就想在床上赖个30分钟，就是躺在那边然后发呆30分钟，这是我每天早上起床的仪式，所以会提早30分钟起床，然后躺在那边发呆。好奇潘哥怎么叫他，昨天也是要不要起床这样，不然就是一直敲门讲说起床了这样，我哥都这样叫我吧。然后我哥只要跟别人讲到叫我起床这件事情，他就会大爆气，他讲说，哦，他真的是有够难叫起床，真的是从以前叫到现在，这样这样这样的，他就会大爆气这样。醒脑麦，对啊，就是我开机要开30分钟，好无奈的感觉，他会想揍人，然后他就会看到我，然后就会冲过来揍我这样。还有个冷知识，我小时候。小时候丢棒球是跟哥哥，就是拿纸做成球，然后好球袋是电脑主机。手游是没事，我没有，我不是，我就是躺在床上发呆，然后也不会滑手机。我哥也说该我一直说说啦啦，对，他都一直该我。杨子耶，所以杨子也是妹妹。电脑主机吗？好问哈，那个以前的电脑主机，就是以前电脑主机下半部，就是其实电脑主机不是都这样，就下半部会亮亮的。然后以前的电脑主机下半部就是整个都是蓝色的，然后我们就会拿那个测验纸，算过的测验纸，然后就会揉一揉，然后再用胶带捆起来，然后就拿去丢电脑主机。然后我哥还会趁那时候教我什么是纸擦球还啥，我真的是超傻眼，我真不知道他到底干嘛。但 OK， 就是他还会拿长尺，就是。我们家有一只30公分的那个哆啦 A 梦长尺，然后会拿它来当那个球棒，然后趁我妈不在家的时候，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在那边一直玩。是杨子，我刚刚播的就是 Mamo 的 Shine， 然后现在播的是 Mamo 的 The Birds， 蛙香瑞婷是吗？我现在是在播那个就是 Mamo 之前有来台湾的那个 remixing 的歌单，这样。突然之间怎么了？因为看到杨子知道 Mamo， 然后我就呆过了。小时候也会自己做球跟球棒加衣，然后我就一直很想打棒球，然后长大之后就跑去打棒球了。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笑的，就是我学垒球的第一天就被打到脸了。我学怎么打垒球的第一天就被打到脸了，从那之后我就不敢接高飞球。我一进来以为自己进错台，看一看名字确认，第一个教练是哥哥，球还好吗？没礼貌。我昨天撞到桌子，然后姐姐是去关心桌子，她就说桌子啦，然后我就你关心一下我好不好。垒球出来决斗，花，原来脸肿不是一天造成，我脸哪有肿，没礼貌，我今天没有水肿吧。桌子 QQ， 我根本没看过魔戒，那你是在喜欢啥？垒球出来打球啊，你当球。
它本来就是球。天只有水呀、啊，什么天只有水？还有什么冷知识？我想想看，想想看，我想想看哦。我想不到了，当然就是我是体育白痴吧。因为精灵很酷，就喜欢射箭，大学还常常去各校打比赛。真的假的？好酷哦！所以越越会射箭，太帅气了吧！我要喝水水了，装水水。Hello， 陈宇。然后，现在直播好像快一个小时了，那我是不是该进入正题了？不是啊，其实前面都正题，但后面还是要讲一下认真的，就是，不好意思，掐太久了，就是阿派积雪拔了，哇吼耶嘿哇哈耶耶耶呜呼呼。不好意思，感冒没醒。耶！嗨！嗨！哟！呜呼！阿爸宝宝，嗨大吉，嗨大吉，嗨大吉！哟呼，哟呼，耶嘿哇哈！嬉しい，开心，阿胖开心，阿胖超开心，阿胖有够开心。就那种感觉。就是某天某人公布选拔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没有抱啥希望，那时候就没有抱的任何希望，那时候就觉得反正这次我验收了好好表现，然后验收的时候，我自我介绍，我还跟老师说，我还当个快乐的偶像，快乐的阿潘，超好笑，超傻眼的，他一定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反正自己有表现好就好了，至少这次没有到那么紧张。然后就这边要跟你们讲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你们一定没有发现，就是从某一天开始，阿潘的门牙就少了一小角，但我觉得你们绝对没有人发现，因为连我妈都没有发现，还是我跟我妈讲她才发现的。阿潘门牙现在少了一小角，这里，因为我敲到麦克风，验收的时候敲到麦克风，超蠢的，超蠢的，我就觉得那当下就知道有敲到，可是我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自己有受伤，是就是验收结束之后，我就觉得讲话的时候好像怪怪的，总觉得牙齿好像有点刮，好像有点刮嘴，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就看了看镜子，我的牙齿少一角了，然后我就跑去跟姐姐说：“姐姐，我的牙齿不见了。”然后就说：“你在说什么？”然后我还去检查麦克风上面有没有那个我的牙齿。超好笑，然后结果后来老师看到我就讲说：“你找到你的牙齿吗？”没有找到，而且我那当下还有呛到，就是我好像我不知道那天是怎样，就是好像不小心把那一角牙齿吞下去的哥哥，然后好像不小心吞进去了，然后那天就突然喉咙超级地痛，就是。那个敲到麦克风之后，喉咙就很痛，超痛，超级无敌痛，然后就一直咳嗽，一直咳嗽，那一整天，然后都一直在咳嗽，然后觉得好像给到东西，然后就一直喝水，可是还是很痛，超好笑的。
然后过两天就好多了，然后我就没有去看医生。而且我跟他说，我超怕看牙医，我才不要去看牙医，我不要。然后那个姐姐们就问我说：“阿潘，你不会痛吗？”然后就跟他们说不会痛啊，因为我这个算冷知识嘛，我好像跟你们说过，我的门牙神经是抽掉的，我门牙神经抽掉了，所以我撞到我也不会知道它出事。就是如果我今天被球打到，然后牙齿掉下来了，我只会知道它掉下来，但我不会痛，因为我牙齿神经抽掉了。我再也没办法直视阿潘门牙，思雅还跟我讲说用牙齿掉牙齿，然后就进血拔了，所以我下次还要再掉一边才可以再进血拔吗？才不是嘞，怎么抽掉？因为那小时候不是大家换牙吗？然后我那时候就是门牙才刚掉，然后要长新牙新的门牙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跳芭蕾舞，然后不小心绊倒，就是被同学绊倒，然后绊倒之后就一直流血，一直流血，就是门牙那时候就歪掉，就是从那时候就歪掉。原本它是正的，就原本是正常人的牙齿，就是合起来的，也不会这么爆。然后那时候就去撞到，然后他牙齿就这样子门户大开，咳这样子出来，然后。那时候医生就讲说，就是要抽掉神经才不会这么痛，就是它长的过程才不会这么痛吧，还是怎样？我也忘记为什么要抽神经，然后就抽神经了。我只记得那时候跌倒印象就是我一直在流血，然后我一直流血，一直流血，然后老师就把我带去电风扇前面吹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流血是吹风，这样子风干是对的吗？同学名字给我一下，喵，他就是刚好脚伸出来，然后我在转圈呐、啊，因为芭蕾舞不就是要转圈吗？那时候只学了一个学期吧，还痛了满口血牙，后来也就没有学芭蕾舞了。但那时单唱歌都闹红了，我怎么知道这么痛的姿势？很痛哦，不是蛀牙，我门牙没有蛀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吹。娘娘的比较不同，可能吧，我幼稚园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然后后来就没有学芭蕾舞了。后来我练朗读的时候，老师也一直问我要不要去矫正牙齿，说小时候矫正会比较快，就是也不会，就是趁牙齿还没有全部换完之前赶快去矫正，这样拔牙还会有新的牙齿长出来。可是我就一直很害怕，而且矫正不是要花很多钱嘛，所以我就不想要去矫正这样。然后最近化妆师也在问我要不要去矫正，因为他说我若不矫正，对不起我大哥。他说如果我不矫正的话，这里就会一直翘翘的，就是我的嘴唇这边不是翘翘的吗？从侧面看比较明显，可是我其实很喜欢这边翘翘的，所以我觉得没差。而且这样就是我注册商标，就是一点点小兔牙，我蛮喜欢的。你不觉得这样很可爱啊？我觉得这样很可爱啊。而且我讲话也没有说真的很闹红，就觉得还好。我后排牙齿也都是咬合的，嘿嘿。后面都是咬合的，就刚好前面这几颗不一样。后面都很健康啊，但鸭形嘴我还蛮喜欢的，说就是嘴巴这边翘翘的，感觉很像随时都啾啾 stay 的，你打啾。而且我嘴巴也闭得起来，我不嘴巴闭不起来，我就觉得没差。矫正超贵的，我记得麻油好像有在矫正吧，然后瑞婷好像也有在矫正，可是我不敢，我真的很怕。而且医生还跟我说如果要矫正要拔两颗，我不要，缺一角建议还是要去补一下啦，不要，可怕。听说可以用磨的吗？磨平搞不好看起来就不用矫正了，就是看起来很正常。
重点是我哥哥其实门牙也有缺一角，他以前也是撞到然后缺一角，然后我以前一直笑他门牙缺一角，就现在换我门牙缺一角啊，不赢，他还一直说再啦。他说要把两颗后面的牙齿，因为我的口腔很小啊，就是我的牙床很小，他说没有办法，就是如果要矫正的话一定要把后面两颗牙齿啊啊，我也嘴巴超小啊。现在技术很好了，补一下十分钟就好，不会痛。不要，好可怕啊！补后面两颗，拔后面两颗牙，对，他要拔后面的臼齿，这样不能吞拳头，少一个特技。其实我嘴巴可以张很大，只是我牙床真的很小，就是一般人牙床有到蛮后面的，可是我牙床在这里而已。对，最后一颗牙齿在这里而已。所以连我的酒味都不到，超前面的。不要，不会痛啦，不要，我怕痛。我真的超怕的，我怕遇到不好的医生。可是之前洗牙那个医生其实很温柔，但我就是对牙医有个阴影在，就跟我对骑脚踏车有阴影在一样。我不要，爱的。是说选麻烦型呢？对啊，为什么突然变补牙了？吼，好啦，就是那天就觉得说，就是反正我也表现好啊。如果一样十二个人的话，也是没有关系。就是反正在非选拔也有自己可以做的事情，然后就觉得还没关系，就是没有进选拔没有关系，然后。就还蛮前面就叫到我名字，然后就吓到了，然后老师就突然就周佳玉，然后就丢一下，然后其实也没有说，就是那当下就是脑袋一片空白，就也没有办法感受到什么开心或什么难过什么东西都没有，我只是很正常的走错教室，然后看着阿 Q， 我说阿 Q， 然后就抱过去，然后很开心这样而已。对啊，今天懒得梳刘海。看起来像我妹，而不是我们妹妹。嗨，阿妮酱，恭喜阿潘耶！ Yeah! 然后，那天有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就是在就是被喊到的人，然后就被喊到之后，然后我就托尼卡团圆了，就是跟那个跟石宇还有阿基团圆，然后我们就托尼卡三个人团圆了，然后我就跟阿基说对不起，让他等那么久，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正式成员，然后就是我一直都跟他们说叫他们要等我，可是就一直等不到，然后我就觉得好开心，说就是那阿基等了那么久，阿基的这种感觉，然后后来就是栗子跟雅恩过来，然后我就三姑团圆了。对，我到底有多少东西要团圆？我现在只剩雨露潘还没团圆，我这是各种团圆呢，有够好笑。对啊，我超多组合的，超好笑。然后我跟肉肉也是啊，就是我跟肉肉都是一起上下班的，就是因为我们住附近，所以我们上下班都一起，然后所以肉肉被喊到的时候就肉又可以一起上班了，这样阿潘的伙伴都进了。这礼拜我可以期待一下，这礼拜五是啥，这礼拜五有啥啊，这礼拜五我有直播，我只记得我有直播。这礼拜五还有啥？
快点把水打翻。前面只讲到十二位的时候，心脏真的有点撑不住，对吧？三姑同时竞选吧，真的开心到快飞起来，耶、yeah!！这礼拜我听说是品寒生日的臭味，有神秘嘉宾，真的？哦，是说那个吗？图上面的三个神秘嘉宾，其实我也不知道谁，我也是蛮期待的。奶妈心脏抖一下，真的哎，这次这样玩，你们真的是吓坏，对不对？我跟你们说，我还有看到有人已经跟我在讲说什么阿潘这次选没有竞选吧，不要灰心。然后我心里就想说，不，下一个就是我等一下就要进去，我等一下就要进去了。那个，不要这么快跟我说，不要这么快判我死刑。那个，不要。不要这么急，大家不要这么急。可是这有种就是好像每次都把我放在很后面，因为那个啥，当初最终审查的时候，就是 TP 那时候宣布我不也是最后一个吗？那时候也是，就是我心脏真的是不太好，可以赶快叫我吗？叫到潘潘的时候在 U Bike 上乱叫，超怕被称呼，真的假的吗？很开心吗？Yeah，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开不开心？你真的很爱最后，不是我，你们很奇怪，不是我排的，还偷用恋人的预言词，不要。那个谁，瑞婷前两天帮我神魔抽到了库拉皮卡，开心哦。开心吗？就是之前数位单不是有跑一些通告吗？那之后有问姐姐还蛮多问题的，所以希望这次就是进三单选拔，可以在节目上面展现更多不一样的阿盘，有所成长的阿盘，22岁的阿盘。怎么没完都有神手，对吧？希望之后的单曲都可能16人，这个你就要跟营运讲，不是跟我讲的，好开心哦。我之前都安慰自己说，就是进了选拔，就是可以拍 MV， 然后拍封面，然后可以上通告，没什么嘛，这样子，我真的都这样安慰自己。每次16人的机会变很大，对呀，我龙族有297的凯特哦，龙错碰，笑死，神魔没有凯特，那个呢？就是那时候，后来想一想，就是觉得很开心的点有一半，就是因为说，因为。有的粉丝就是看我之前很难过，为什么不我的修哥不要不见修哥 ，Hello 妈妈，妈妈，我没有让你下班，妈妈讲，哎嘞，妈妈讲，哎，妈妈讲，哎，那得，我好像踢到荧幕的线了，哎，哎嘞。哎，奇怪，刚刚是怎么了？啊嘞，我好像踢到荧幕的线了，突然变成 black or white。不是，我刚在听修哥，我的修哥。就是，反正就是妈妈讲噎到一半，妈妈讲噎到了，妈妈讲，然后就是，
就有粉丝就是看我太伤心，然后就跟我说，就是没有选拔也没关系，然后只要就是就是只要我开心，然后只要我身体很健康就好了。然后那时候就听到，其实还是觉得有点那个可惜，就是会觉得不甘心，就还是想让你们看到，就是很厉害的阿盘。因为说真的，就算你们说有，就是知道我很努力，可是实际上你们能看到我们的机会，就是只有像 mini concert 啊，然后平常一些小表演这样子。其实你们真的也看不到说，就是我们到底的，就是实际上的实力怎么样，所以就会担心说你们是不是只是安慰我，然后就是其实没有进入选拔，就还是没有办法堂堂正正的说出说自己真的有很努力的这种感觉吧。平刘海潘看起来比较有，对啊，所以就觉得说可终于可以进选拔，然后那个恩返しできるのねって，就是可以好好报答大家了的这种感觉，可以让你们看到满满的阿潘了的这种感觉，可以不用再等待了我的这种感觉。那安慰大家都知道，真的吗？不想跟你们一直说我没有自信，所以我一直很努力的就是培养自己的自信。礼拜六让你们看看迷你空的阿盘就是很有自信，好不应该吧应该会更有自信一点吧礼拜六跟旅长比正经很多，真的吗？你们看得出旅长的我吗？我明明站在这么后面，直接不起眼一波，我旅长在超后面，应该还马上说了，希望看得到。好，可是我没票，艾罗斯，最后排中间，对啊，最后排中间，我觉得我好像很常站这种位置，就最后排的。我期待下一个看到你的机会。什么？哪都看不到我们？为什么？这次要在山顶看了，运气用在生日会。哈，那这样我看不到你们，我会很不安的啊！不行，我看不到你们，我很害怕。乖哟，乖哟，乖哟。一起爬山，不要不要，你们坐前面一点，我很害怕。不行，我看不到你们，我很害怕。我会到两侧了，不要怕，真的吗？真的吗？会在中间 F 排偏左，好，会大喊大喇叭听见的，真的吗？乖哟，乖哟，我哟，可爱你来了，又不是说前面一点就能前面啊，可爱哟，在挨排很远，我现在就要开始紧张了。我跟你们说，我紧张的时候就想上厕所。然后我紧张的时候还胃痛，好笑，就是反应在身体状况下。干嘛紧张？不要，好可怕！干嘛紧张？因为看不到熟悉的人啊，就会觉得好可怕，就是会觉得会不会大家其实都不是来看我的这样。
有人要带烤肉用具吗？我的位置有点后面，你们都好后面，不可以，这样我害怕，不。Apple 在半山腰，可是我不认得 Apple。那就要把不熟悉你的人全部变你的粉丝。你好聪明哦，切尔东，就是把所有人都变成我的粉丝，这样就不用担心我的粉丝在后面还是前面，反正都是我的粉丝嘛。这个山顶有点热闹，对啊，你们怎么全部都在山顶，好可怕。所谓舒适圈是自己制造的，我觉得这里舒适就舒适，我说舒适就舒适，我还 SR 嘞，就跟绿草地一样，这首歌一出来整场都是 MC， 然后不是 MC 的人心里就想说啊是干我，对你的爱就是熊熊烈火，好哦。我傻眼，不要随便乱发糖。发现快结束，赶快冲进来。其实我今天也没讲什么，苹果吃好久，对啊，我吃完了。教讲日文超可爱的，谢谢阿里嘎多。那时候是不是有影片？好像有哎，只要戴绿色帽子比较显眼。嗯，不行，你们都好后面，我这样子很服啊！你哪里的？服啊！你哪里的？哪个？乖哟！我只录到前半段，吉姆吉呀、啊！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吉姆吉。阿潘的应援色是绿色跟蓝色，对。我也快升紫色了，再一场就升了。是说勾勾吗？参观的东西都不能带了，除了荧光棒。好啦，我中场跑去前面给你看，拖出去。这个就是要拖出去展了。可以带萤火虫吗？不行。一排 A B C D E， 哇、哦，阿贵展前面，太好了。对呀、啊，狗狗、宝宝、弟弟最近都会来看我，开心耶。Hello， 小易 ，Hello， 易凯。总之，阿拍进选拔了，很开心。呼啊呼啊，就是有点轻飘飘的感觉。然后那时候知道，其实就一直很想跟你们讲，然后。在这之前，就是在昨天之前，一直都没什么实感，就是因为，就是我的小伙伴们都在，所以不觉得自己在一个就是不一样的，就是会有种不觉得自己在不同的环境的感觉，因为周围都是我的小伙伴，然后就直到昨天直播吧，然后一大堆人就是跑来恭喜我。对，就是现在你们这些小脑袋，谁还没有去我的 IG 留言恭喜我，给我去留言哦。那个留言人数还没有，就是那个留言人数还没有比我之前的贴文多、哦，怎么可以这样？这么值得恭喜的事情，留言数这么少是对的吗？去啊，给我去恭喜我！潜水不可以吗？不可以，你是西西对不对？塞塞，好，等我，万宇哥来啊！胖哥 ，Hello， 团长，我刚刚有讲到，大概半个小时前有讲到肉肉呢，我有讲到爸爸，爸爸就狗主耶，
之前七七有跳迄 confession 哈，唔是有一个，唔是有一个踢出去的迄个动作啊啊，然后有一天我甲爸爸咧行咧路中啊，然后爸爸就安尼踢一个，结果就惊着别人啊，足好笑的。伊就随继续无代志，继续行呢。你要转移聊天室了吗？我现在没有开 IG， 不可以。主办表示要开第二聊天，听闻那个是我们在那里聊天聊出来的了。我知道啊，来恭喜一下就要离开了，恭喜阿爸。为什么你为什么要离开？你不可以离开，嘻嘻嘻嘻，你现在离开对得起你的良心吗？吼，安尼吼，就好笑啊，爸爸就过嘴耶。比较高级 ，Hello， 嘉宏，再听一次还是好好笑，我也是觉得颇好笑的。恭喜潘潘，谢谢 Yuki， 谢谢，开心。希望下次竞选，希望之后就是如果有竞选吧，可以跟雨露一起竞选吧。现在你看托利嘎团聚了，三姑也团聚了，然后就是希望雨露潘也可以团聚。你们知道就是梦想这个东西就是要大一点才好啊，我也没什么梦想可以许，就是口出狂言说什么要当center之类，这种很大的梦想我已经许过了，如果还有愿望的话就是想跟雨露团聚这样。我很担心你的梳子，对不起。总之真的很为阿潘开心哟，一起手牵手走得更远吧。我原本以为就是哪一天如果我上选拔了，然后会很感性，然后在直播上爆哭啥的，就我不知道自己还冷静啥，我就超冷静的，我觉得真的是超冷静。从宣布那一刻到现在好像都没有到很激昂，就是有哭啦，一定是有哭，就是哭得跟笨蛋一样，就是觉得我好感动哦，大家都团聚了，然后觉得哦，原来我的努力是真的是有用的这样子，然后也有在哭说就是终于可以报恩了的这种感觉，表示你已经准备好了吗？是吗？耶、yeah! ！看来那两只蝴蝶法师有冷静的作用，笑吧，一家团聚。第二聊天室在暴动，真的假的？选拔的时候我在路边唱哭，真的假的？你们耶、yeah ，开心！我要赚你们的眼泪。可是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冷静呢、欸。结果我从头哭到尾，结果结束后我还在哭，因为萌萌没唱。阿六真的很感动，直接在店门口爆啥？我看不见留言了，直接在店门口抱着我，真的假的？你们干嘛？我上选拔就我上选拔，放什么闪？有人说我上选拔，你们就可以这样子随便乱放闪吗？哈？啊？双人六两个抱在一起哭，真的假的？好闪哦！呜。命盘底线 AKB 蝴蝶多，不是你当场的潘推就一个哈，信为影片呢。总之谢谢八强，叔叔哭的一副熊样，真的假的？阿潘出来之前其实真的有点小失落，没想到还有这首，真的假的？我直接在宿舍尖叫，咦！我好想知道你，好想看你们当场的反应哦！哎呀，好想看呐、啊！哎，我知道周一成想跟你们讲，可是我就要一直憋着，就是我不行，我就是要当作不知道。等一下突然，哎，你们真的开始盖了，我快笑死！阿潘有另开刷楼层哦。
你是保镖，好。周同学说要留言，没错，听说他一直来恭喜你们，给我恭喜报哦。可恶，你装不知道害我担心很久呢。没有，你们要知道，就是就算我上选拔，我还是有南亚咪的好吗？就是那个有人误会我，就是因为我之前不是有跟你们就是南亚咪收单，就是有谈一些小烦恼。可是那个选拔没有关系，那个就是因为进选拔了，所以才有心情去思考别人。有脑嘞，你知道吗？进了选拔之后还是有很多要烦恼的事情。有脑嘞，我想抱阿六，哎，你们真的是怪圈很乱。我直接抱哭着去抱着我的女朋友，真的假的？那呢？我真嗨，我当时伫啉酒嘿，手机啊，该该叫是红可来，是红可来，真的假的？听到思雅讲尖下巴，我就按定了。你知道我那时候心里想什么？我那时候想说，思雅讲双眼皮、尖下巴，那不就是品涵吗？我品涵那个重叠率超高，好不？啊，我想看你们的样子哦。进入选拔才第一步，对啊，娘喂，大家都跑做会，嘿呀，就会担心哈，谢谢你的担心。三个人公布结束，认真觉得要陪人喝闷酒了。昨天肉肉出现后，所有都在大群 tag 陈大，我跟你们说那个。肉肉被叫到之后啊，他一过来，然后我们是所有人都蔡依林，然后所有人都抱过去，每个人都冲过去抱他，尤其是七七抱着他抱超久，而且那个七七被叫到的时候完全没有哭，然后就蔡依林被叫到之后，七七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真的是觉得哦，看得我也很想哭。我女朋友看到肉肉上来也是直接爆哭，真的，我跟你们说，蔡依柔真的是，哦，真的是蔡依柔，蔡依柔。因为就是都该怎么说呢？因为蔡依柔就是你们也知道，她在团员之间就是人缘很好嘛，然后她平常也就是可爱可爱的，就是虽然她跟法法一样造型都是帅帅的，可是她跟法法不太一样，法法是走真的是很帅气的那种感觉，然后肉肉是比较偏就只是适合短发的那种很撒娇型的小女生，她反而意外的很适合撒娇，所以该怎么说呢，就是一直以来就是都有在听他烦恼一些什么，而且其实说真的，就是人气这东西就是很明显嘛。然后我看他也是为了这方面的问题也是困扰了很久，然后就是觉得很不值得，就是他其实已经真的是很努力了，可是很多事情就是没有办法控制的。然后这次他竞选吧，就真的替他开心啊！蓝柔柔要出舞呢。我哭最激动是看到七七上了，我原本想说忍住，但忍不住就哭了。这次真的难得三姑全上，谢谢国叔，叔叔，我的肯德基爷爷，肯德基爷爷，我上选拔了，肯德基爷爷，七爷了。我跟你们说，阿潘进选拔就是要怎样，那个单曲就是要哔哔哔买到。我买单曲只有我买有阿潘的单曲的原则就只有一个，就是哔哔哔买爆，就是哔哔哔买爆。好的，肯德基爷爷，肯德基爷爷最近要变成圣诞老公公了。我有圣诞礼物吗？肯德基爷爷，听说日本人圣诞节都会吃肯德基。那我有圣诞节礼物吗？肯德基爷爷，不要危险发言呐！我就是哔哔哔呀，我就说哔哔哔，哔哔哔。
圣诞礼物，我想一想，你就不要不小心讲出来。不会，那个音乐姐姐是不是有偷偷去看 DC？ 有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其实那个直播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旁边，知道吗？就是在旁边这样。坏孩子，我记得是收煤球吧？什么是收煤球？还有买铃薯，我很喜欢那个铃薯泥。来一首谢经验，哔哔哔，哔哔哔哔哔，是这样讲吗？坏孩子收到黑煤炭，我哪有？我是好孩子，我是好孩子。可能买不到了，会被你的粉丝买光。你也是我的粉丝啊，卡丘。你们不是我的粉丝吗？我刚好像看到什么，但我来不及念，它不见了。阿胖有吃香菜还愿的计划吗？好可怕哦！撞上麦克风的都是坏孩子，不是说你，我是好孩子。是煤球跟马铃薯，马铃薯。可是阿潘，你已经不是孩子了吧？我看起来是孩子就行啦，我就是看起来就是孩子。你如果截图这张脸出去，然后如果十个有九个人说我不是孩子，我才会相信。我看起来就是孩子好吗？一定过半数，好不？阿潘是乖孩子，阿潘是乖孩子，是你看起来是孩子没错，对吧？我谁？我阿潘，阿潘只是个孩子，阿潘就是个孩子。姐姐说法，我很就是认识我很久之后才发现，我意外的其实是个很爱撒娇的小朋友，就是其实个性就是个小朋友。嗨，我小朋友，昨天真的是我手机有史以来狂被哔哔哔，你真的是一直被哔哔哔耶。标记起来，放开太太是个孩子啊！就我看起来像老人，我明明大你三个月。阿潘看一下我字迹，我谁？我骗子！你为什么是骗子？但是我可以问你们一个问题吗？为什么维泽不见了？我发现最近他都没有出现呢。我们家维泽不见了，协寻失踪人口维泽。我刚好22减2岁，太好，我再跟你说。好，小复杂，好，这个请阿六跟你说。好，所以马到底是谁？我要叫你马吗？还是就是叫你什么？国树，我的肯德基炸好了吗？国树，你有没有好好上班？国树，你有没有好好上班啊？国树，新一你回来了，恭喜初选吧！唱一下莎莎歌庆祝一下。胡子，我的炸鸡呢？请叫我帅。为什么要叫你帅？你什么时候帅了？我认识的咪手手不帅呀、我谁？我骗子！我回来了。你刚刚去哪里了，心怡？阿潘真的阿潘？什么阿潘当选？什么的？什么当选？国树骗了我一条腿，听起来好像骗鸡腿，你知道吗？帅弟也可以，为啥？害羞吗？我刚刚去念日文，我白银石想在阿潘这里生。来，我以后都用这个名字进来好了。为什么？家训班的概念吗？为什么是帅？真的很开心探险吧？开心点哈！我很开心的，不要这样，我很开心。最近阿潘的奈米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今年变得很不爱笑，这样，就是我很开心，可是我好像就是脸部表情好像没办法传达出我很开心。
我群组的关童子主要是大家用私密叫我来，同时一起来撒野。哎，很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很重要呢。同事都在想，这个这么重要，当然是要狂标记猛标记啊，那就一直逗你一下就好了，小事。嘻嘻，今天上学吧，就要再开心下去。一起看狼藉，我无看狼藉，一起把狼看我无啦，我讲生球。我也变得很不爱笑，但看到阿潘总是能幸福的笑。咦，那我传彩彩给你一下，你说那个寿司吗？你说彩彩寿司吗？你不觉得很厉害吗？三姑齐聚，感觉三单就是要红了。我们要一鼓作气把 TTP 做起来，好不？大家狂推广一波，阿潘都竞选拔了，是不是该推广一波了？是。阿潘都竞选拔了，是不是该买爆了？是。阿潘都竞选拔了，是不是该握爆？是。阿潘都竞选拔了，是不是该安利女朋友一波？是。三单炒出知名度吗？开什么玩笑！我都竞选拔了，当然是要用力的努力一波啊！要让更多人认识 TTP， 就是现在 ，now right now。我突然把刘海梳开，就增加了3岁，我还是把它遮回来好了，对不起。还是我以后就是，如果哪天又可以变造型了，我就剪这个刘海。公五宝哇！那时候专辑晚点发，年终还没发，不告诉你们。看来继续推坑了。我原本要说话，可是我先打嗝。这刘海看起来像我妹，真的吗？超感动了，真的很像大选造势。妹妹，你要来我们补习班试听吗？不要，我以前就是那个打电话叫别人试听的。什么 you 和什么 you 好不？慢歌就演唱超死人。我每单曲都是看那个月的剩余娱乐费，所以什么时候出我都可以。是不是该多握几张了？是。阿潘原谅我之前的前科，那时候超后悔，不该抢的。那你是不是该来握手了？是。这刘海说是个国中妹妹，不为过，很年轻是不是？是，对不起，我好像有点上瘾耶。阿潘不要自问自答，哦哟，这样比较好玩呢。三张我又爱又怕，该买爆了大家。哎，很开心耶，我也要自己去买单曲，开心，终于有自己了。怎样都是握爆就对了，对。是说我有猜到平安西跟阿潘初选吧？真的假的？你这么会猜，你竟然猜到了。慧香没请客，是不是要握抱阿潘？握抱阿潘了啦，握2张够不够？都来，决定阿潘握1张，欠揍！高桥的之前就只握我1张。你给我加一哦，最好是给我变成加一哦。我一直以为二单就是我的极限，那是因为我还没看到三单选拔名单，是不是该买爆？是。其实杰心真的很努力耶，就是杰心真的是进步很多。就是你以前呢，以前跳舞你可能会随时都要注意他到底会不会跳，现在已经不是，现在就是他有办法自己学，然后学到他觉得不对的地方他再来问你。杰心已经进步很多了，杰心真的进步很多，他是从记不住舞步到现在已经有办法记住舞步，他真的很棒。我在家已经尼特半年了，我该去搬砖了。国树该去炸炸鸡，你可以去炸炸鸡，搞不好你去肯德基面试一秒就上，因为你长得像肯德基爷爷，然后他们就让你当什么，就当你去拍广告。
我炸的炸鸡世界第一好吃，我炸的鸡块最好吃。哎，我跟你们说，昨天 Mina 才跟我说，然后我才知道原来肯德基是真的有这个人呢，就是肯德基，就是真的有肯德基爷爷这个人。然后我的荧幕会让我突然变蓝，然后又变黄，我真的觉得不舒服。被炸鸡耽误的蛋挞专卖店上校啊，我才知道，我那就是前两天才知道，我家附近的肯德基员工都不太友善，那你就长得比他们更不友善就好，没有啦，我开玩笑。桑德斯上校，握手会啥死啊？我也不知道。Mina 人知识，对啊 ，Mina 跟我说的。我已经把七七跟阿潘的图片放我的头贴，真的吗？哇，是阿潘，开心，谢谢保镖弟弟。你要当阿潘的保镖吗？日本肯德基没蛋挞，为什么？日本的肯德基没有蛋挞，肯德基不就是卖蛋挞的吗？肯德基不就是卖蛋挞？他怎么可以没有？为什么？见鬼了！最近路过肯德基，感觉更贵。我以前都吃 XL 套餐，开心哎！希望来看直播，大家为什么会都要来握阿潘呢？怎么可以？一定要来握阿潘，是不是？是。我等一下就开始统计握手会多少人来问我，给我去我的贴文底下加一哦，去加一知不知道？没有啦，开玩笑，不行，不要真的去加一，我留言会爆炸，我等一下没办法睡觉，都是通知，我快笑死。圣诞握阿胖每次都来握，你一定能握超多 ，Go！ 你要偷偷去握。你要带菜菜来，这次一定要带菜菜来。这次没有恰恰赢退赛了，绝对不会有了，好不好？恰恰赢退赛只有一次，菜菜该来找我了。菜菜，阿胖会吃 XL， 对啊，我超会吃。叔叔出来解释一下日本分社的策略。叔叔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们家在日本是不卖蛋挞的？那个很多居然吃得下，吃得下啊。可是吃到剩，就是我通常都会先吃，就是东西都吃完之后，然后边吃鸡米花，这样就是到最后吃鸡米花就觉得厌食，怎么都是七颗呢？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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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吃得下，我食量很大。那朋友我有多次，很好啊，卡丘。话说今天的紫萱头香之战，明明就是我是头香。我才是头香，紫萱有跟我们大家说几点要上片，要叫我们要去看，所以我知道几点要去看，所以我就一直待在手机前面。我妈妈跟我说：“哎，女儿可以给我看 mini concert 的练习影片。”我跟她说：“不行，我现在要抢紫萱的头像，你等一下再说。”你小心的。能握就会去握，来，Miso，来，Miso，来，青蛙一定会来找我，对不对？我好期待。外套金盘为虾米？哦，你说头像，我看我是头像，可是我看我也是头像。我看的时候他 po 文才15秒，然后我就用上去了。米花好吃都最先吃，可是我是就是我会把好吃的东西留到最后，然后就留到最后就有点吃不下，超尴尬。我被日本人丢到的，好可怕哦！菜菜生人好亲切啊，嘿嘿。菜菜上次还想偷偷跑掉，他就被我叫下来，菜菜。他被出卖，他被 Andy 出卖。如果早知道被丢到河里，当初进军日本会不会三思？你问素素啊。你点开现在观看人数就知道多少人，现在只有63个人呢，怎么可以这样呢？
好吃的要先吃哈。彩姐看哪场比赛哪场版权就输，真的假的？所以话说彩安内的那个新歌超级无敌好听的，追忆的光超级无敌好听。可是你们家 Rin 六一直诅咒我出国的时候握手，哈，你们好坏哦，不是应该要来握我吗？我这次要怎么多握你？你这次高晓晨，我跟你说，你这次要先握爆肉肉，买爆他，知道吗？要买爆啊，是肉肉蔡依柔，我不能握的地方，你要去帮我握，知道吗？我们很想握肉肉，你要代替我们去，知道吗？高晓晨，好激动，不好意思。能排到假就去，你要排出万达来见我啊，青蛙。我等你，青蛙。知道时间还输给卡丘逊，我哪有？我是第一名。你们半夜发文，我应该才能抢到头像，是吗？快去握的，握手就遮不了脸了。我还期待我跟你的期待，什么话？期待我跟你的，好凶啊！内线交易取消资格，阿潘对思雅第一印象是什么？姐姐。然后脸好小，本人就是脸很小，感觉就是巴掌大那种感觉，超级无敌小一个。真的哪里是你不能握？不是啦，就是，我是说握手会这样子握手的感觉，我没有啊。虽然我平常都跟肉肉这样子勾手啦，科科，羡不羡慕，嫉不嫉妒？原来阿潘不知道我哥你的期待这个梗，我觉得很好笑。我一单握手会刚好就在日本，所以二单才去。那你三单一定要来，知道吗？你平常就可以了吼，好嘛，我改天握握看，然后我再拍成影片，然后你们就会可恶、羡慕、嫉妒。团长打他，对不起，阿潘错了。他说子阳会来吗？坐等子阳出现。肉肉对我跟七七吃软糖这件事耿耿于怀，每次看到我都说输输被盯上了。那你跟肉肉也来吃 Pocky 看看，不要，好害羞哦。一个突然，因为子阳是第一次握手会开门的、啊、你这次要来开我门了吗？那个关于跟李同学的部分，我们早就po好，没有再赖皮了。什么？他po了？什么？他po了？我不知道，他po了吗？天哪，不是吧？真的假的？他po了？没有啊！哦，吓死我了，还没吧？我想说，所以是他直播跟你们说给过了吗？我登录一下好了，我应该答对。直播上放而已，他说怕审核不过。哦，嗨，你没有看到哦？哎呦，很害羞，真的超害羞的，那个超级无敌害羞的，好不？对了，阿潘知道我是谁了吗？我直接一个陷入问号。哎，我不知道，哎，我该笑死。都不小心碰到了，哎，真的是不小心碰到，我真的是很害羞，我的天哪！我怎么会打阿胖？嘿嘻。无可能的代志，我甲阿胖有革命情感嘿，对吼，我咱有革命情感，超迷茫眼神，我一个迷茫眼神，不是我好迷茫，所以你谁？哎，打马赛克，我改个名字回来，好。
你是喜欢攀岩的阿潘吗？像阿潘问号，对啊，四 D 版观众加一。哎，对，我说到四 D， 我就想到普罗米亚的四 DX 在台湾上映了，我好快乐，我好开心，我好兴奋，我一直想去看，我好开心哦。所以阿潘一直都不知道我谁是谁哦。对啊，我直接是就是一个是黑人问号，我觉得我真的是那个脑袋有点空，要继续硬延长了吗？不知道哎。刚刚那造型怎么很有未来感？真的吗？谢谢 Happy 六送的高一层。阿潘是我第一个合照的成员，这是缘分。对啊。是泽公哦，哎，是泽公哦，哎，我还在想说是喜欢攀岩的阿潘们，原来是泽公哦，哈哈哈。阿潘看一下我头贴，哎，你刚不是这头贴好不好，泽公？你刚不是这个头贴，泽公？哈喽，是在哈喽？阿潘知道佐野月，什么是佐野月？等等我，啥呢？佐野月 ，what？ 什么是佐野月？免费在台。免费在台上映，我看一下，它有新闻呢。假面骑士，刚刚的不是泽公吧？对啊，刚刚的是泽公吗？真的是吗？其实带我们去 BL 店逛逛了，你确定你真的要去吗？与昨日同行。哎，真的哦！哦，为什么广告墙壁上的观光大使是奈奈？我快笑死！哎，是水树奈奈。哎，すごい。すごい。おお。あ、酷啊！是说阿潘看到我头天没有很羡慕啊？很羡慕啊，混蛋！很羡慕啊，混蛋！重点是能免费让你看好几次，我觉得那个就是一出电影看好几次会有不同的感觉。你说放个三角形就知道了吗？可是有新歌哎，我比较想听新歌。那个新歌很好听，而且那个 MV 很可爱。妈的妈的，唱个歌，唱个歌喽，嗯哼哼哼。什么姐姐呢？新歌，響け花火。新歌超好听耶。就是那个。我觉得里面的那个卡琳奖，糟了，每次都在推卡琳奖，我好奇怪啊，一直卡琳，到处都是卡琳奖，推笑死。听到口声啦！第一次亲眼见阿潘合照时，怎么了 ？Hello 俊 ，Hello 永格。哈喽哈哈，
我要看团长要说些什么。我还没和乐乐见过面嘞。哦，是要说这个？我以为你要爆料我什么，吓死我了。今晚你俩谁最晚关呢？可以开个赌局。你说那个吗？那个思雅，原来是个隐藏版 MC 嘛。谢谢君，谢谢君送的毛孩罐头。欢迎战士会来问我们。我手绘握手会来てくれるのかな？阿潘一票。昨天新竹某大阪烧肉店秀出川崎 and 西冈选手到店内用餐的签名合照，真好，是缘分被我撞见，你不懂。是演一票，不要这么跟你投票啦，笑死。不知来不来，我明年春季要去名古屋名古屋仕事。Hello 陈峰，我的头贴是在活动遇到地下偶像拍的，有没有心动啊？他好可爱。我跟阿潘的秘密，那个啊，我是觉得我在 C 圈其实也没什么知名度，就是了，笑死。那个吧，我记得伟林吧，就是那个伟林啊，我以前在场次上面也遇过伟林，然后那时候有跟伟林拍照，然后伟林以前都很常来看我的秀练的，然后现在都很少来看我直播了，好像现在很少来看 TTP 大家的直播，可是之前生日的时候有看到他留言跟我说生日快乐，就觉得蛮开心的，就是他还记得我这样。你要我就扣给你看，笑死。想看一个蝴蝶多先拜手指腰，那个我推了很久。哎，誰ですか？地下偶像的福利都很好，可不想跳槽了喂。可以。婉玲蛮猛的，好像参加过很多场次。对呀、啊。他好像很常在跑场次。哇哇哇！你都告诉，死了！只要是我推的，我甚至一点会认真的打一段话。有印象，以前 S R 跟他同学常出现。对啊，他跟他同学。啊啊！他是明年要毕业吗？啊，昨天是那个大友里上的手指有空杀毒，因为在忙，然后没办法看直播。友里上，友里上，伟林是巨巨，真的假的？伟林是巨巨哦，这么有名的人吗？原来伟林很有名吗？那只记得以前甄选的时候，他都会来看我，然后修炼美的时候，他也都会来看我。了解粉哦，补档补起来。还有当初 NMB 演唱会有去看，我现在就很后悔当初没有去看，所以我就看不到沈安奈，然后也看不到尤里莎。他的追踪我 IG 也怕爆，什么？你说伟林吗？那不行，照片我跟阿潘回忆，不可以随便发。哎呀，真的是。我还记得之前有一次场次，然后那时候还没有卖的，就是还没有签约，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跟雨露吧，然后有被一个摄影师遇到，这个故事我应该有讲过了，好像有讲过，就是那个摄影师就想说我们很可爱，然后帮我们拍照，
然后排排排排排，他就讲说，他就说你们感觉很像那种就是 AKB 的研究生，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一直憋笑，笑死。这个故事我讲过对不对？真的是蛮好笑的。而且还跟阿妹生同一天生日，很伤心。我觉得 SKE 有在转型的感觉，就是整体的感觉变蛮多的。可是那个就是很担心 NMB， 因为其实 NMB 很多很好，然后我很喜欢的成员，可是就是感觉好像一直就是没有起色嘛，还是该怎么讲 ？Return 下个好喵儿，他很可爱哎，我决定现在就查，笑死。我真的很喜欢看偶像 ，Return Circus。话说，我突然想到，为什么 Lingo 把自己唱歌的影片撤掉了？我想听，为什么你撤掉了？我喜欢听 Lingo 唱歌哎，就我觉得他音频蛮特别的。说话，抓，是不是把影片撤掉了？就是你，现在只差 SKE 和 Dido in Taipei 了。哎，真的 SKE in Taipei， 喵儿吗？喵国长，哦，他们有跳 AKB 的，喵儿。达利哥咪是两人组吗？我猜色点藏藏起来，为什么藏起来？喝什么牛奶？他不是破错账号吗？是吗？说什么？我你哦，突打开额头哎，什么额头哎？什么你在干嘛？你在做什么？NMB 我喜欢西罗马米鲁桑、尤西达高里桑、马拉森少爷桑。NMB 真的很可爱。爹爹跟喵儿，爹，可爱。好厉害啊！目前是 HKT， 感觉 HKT 就是现在就是很有活力，然后在感觉是就是一丢一点，感觉在那个势头上，是这样讲吗？哈多桑格拉斯。好啊，我等一下来放。所以歌呢？所以影片呢？我想留你跟咪手跳新练新的档哦。我想看什么东西？两咪大舞团？什么两咪大舞团？话说在这之前，我真的是今天听的一个 lab 今天的那个就是现场的影片在网络上面，超级无敌可爱，我的天，真的是超级无敌可爱，我一定要再放一次。Oh Nagi，
多人，不止他们两个。真的吗？这样是大舞团呢。严肃一下，这次三单非常棒，发表后完全没有负评，营运真的成长，赞！谢谢高桥成，我们会，我会努力，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的。而且夕阳真的是，就是这首真的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我记得我之前好像也在直播上面放过，对不对？就放日文版的，然后真的是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曲。咦，好开心哦，刚好是自己喜欢的歌。顺便说一下，我是摄影师。你说你是那个 Marine 六吗？我要看花絮照片，我要看。周同学是不是画错重点？对。我在正面看现场版，你是说两咪大舞团吗？我现在直接就是在找要念哪里，笑死。整首都会唱，我2017后才入坑，小萌新一枚，真的是就是很该怎么说，反正这首歌真的就是很红的一首歌，我觉得不是，是 Ring 6Ring 6现场版刺激，很可怕。原来我音乐放那么大声呢、哦，我差点宝宝爱死哦，我差点宝宝爱死哦。阿潘一定可以把这首歌诠释得很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就是很适合我，就是，蝴蝶，不要重复我的叫声，就是。一个我很喜欢的歌，我要放夕阳吗？夕阳，夕阳を見ているか。哇，真的是一首很怀旧喜欢的歌。三姑组团出道啊，有回音，因为那个我妈妈她平板没有关声音，我这刚直接一个尴尬。今天走哪里都听到夕阳，真的吗？哒哒哒哒哒。帰り道考えるよね。悲しいことや辛いこともあるさ。仕事が勝ち越せばいい。ミニコン想听，敲啊敲碗啊。我是什么事情都不会告诉你们的，无可奉告。台语，你说改成台语版吧，太难了吧。足元の春に気づいたり、小さな出会いに共感者できたら、幸せになれるんだ夕日。
自分空を見ているか、過ぎるその背中を尽くしたろ Yes、 それなりの今日が終わり、リセットする夜が来るよ。期待到时候的词，我告诉你，我现在就是有点混乱。我现在脑袋里面是中文的词，可是我不能唱出来。開けないのかね、ちゃんと見て開けようよ。君は君らしく生きてること。其实，在深圳睡上听到阿凡达愿望，就觉得这次选拔一定没问题的。谢谢人民君，人民君突然跟我告白，谢谢人民君，好开心啊！而且就是最近就是有人在跟我说，我觉得我女粉丝很多，我就觉得很感动。谢谢人民君，突然感性一波，对啊，谢谢人民君，我很开心。虽然就是我知道人品就是例子推，可是人品人还是都会来我这里看我，就觉得很开心。谢谢你。怕唱错就不要唱，比较保险。我也觉得，因为现实有点难为情，只好现在讲了。谢谢你。我也要，其实看到名单当下没有特别惊讶的感觉，真的吗？啊，欧巴也是个。如果我真的来到时候，我只跟你认我是幻影战士，因为一直都相信有你。谢谢Nano，我一直以为人品君是阿潘推，人品君是栗子推啦。欲しがちや、ちゃんと明日が来るまで、君は君らしく夢を見よう。沈む空を見ているか、時が過ぎるその背中は美しいだろう。Yes、それなりの今日が終わり。リセットする夜が来るよ。ゲージを急ぎには一人きり。どうして自分のことを褒めてあげないのかね。ちゃんと見てあげようよ。君が君らしく生きてること。Hello 王子，说来难为情，一开始常驻阿潘台真的是来领糖的，没事儿，我懂社畜领糖这种事情，我懂，我也很喜欢。阿潘潘原来都开这么晚吗？我都从9:30开始开，然后通常都会加到12:00啦，就是聊开心的就会聊到12:00。当下听到阿潘，我把我踢出去，我不会啦。当下听到阿潘在名单里是真的很惊喜，然后又开始想哭了。咦，君が君らしくで生きてるよ。耶，超时工作，对，想看 TP 以后用大荧幕公布选拔哦，这样子很刺激，很可怕，你知道吗？阿潘都开到隔天的黑啊，我拢安尼啦，大家唔好想过，不要太在意。泽哥又开始打 call 了。啊，今天诗雅战力也很强，今天一定看到礼拜三。对，我跟你说，我明天晚上要期中考 ，nice。我的统计，大家跟我说再见，我真的是想到这个心情就又不好了。老板最喜欢阿潘这种员工。夜猫子都这种时候才开始嗨，对啊，乖孩子就是要这种时候再开始嗨，嗨起来！影片 CQ 大神，CQ 那个影片超强的耶，好开心哦！因为之前那个选拔的时候，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我自己不在那个影片里面，然后这一次就CQ 我在那个影片里面，就突然觉得好感动。
明天还要期中考，对呀。不行，喉咙不行。可是再修一次就要延毕嘞，不要告诉我。还开这么晚，是打算熬夜念书吗？对啊，会稍微熬一下，不会到通宵啦，因为那个我的身体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这样玩，要迷你康舍，我要在迷你康舍之前好起来。晚上考，对，我是晚上考试。早上是有课，然后下午没有课，所以还是有时间可以补眠。因为我不喜欢考前看书，就是在考真正考试前的那几个小时内，我不想看书。而且其实可以带一张 A4 的笔记进去，就是可以稍微带公式什么的进去。所以其实等一下稍微把题型看熟就可以，我觉得就是把那个笔记写好就好，不是 open book， 算半 open book 吧。我今天睡很饱了，大家不用担心。那我就赶快念排名，还是在家里休息才有真正的充足休息哦。好，好，我会好好睡觉，我会乖乖睡高高。哎咻，我要来按一下，要来念榜了吗？可以带 A4 纸，表示就比大家字写小了。我真的是字写超小。来吧，我要念排名了，大家送，赶快送哦。按到空白键。世界中で一番似合う天使の輪と変わらないで君が好きだ言葉にできないよ君が好きだ僕のこの気持ち君が好きだ。うわー、我的紅包没抢到。いつかきつくものさ。在卡丘博士面前哪敢自称强者，卡丘超强。最后来招募阿胖特工，等大家哦！尤鲁鲁都有了，等他复出。什么？尤鲁鲁也有了？那我的特工呢？谢谢大家送的红包，我真的是各种感冒哎。知ってる街はどこにいてしまったのだろう。空き地も丘も消えてた。見たことない景色が広がる。記憶を修正しながら。いつしか大人になってしまった。過去か未来か I wanna go ラトリ時の彼方へラトリ帰ろう。噛みしめていたあの頃 I was there ラトリ君はどこにいるラトリ
我觉得林狗不适合，我也觉得林狗不适合。有若雨露的应援明信片，阿潘想要吗？阿潘想要。周同学冷静，笑死。不要熬太晚哦。好，谢谢刘品君，刘品君好贴心。好呀，那我真的要念排名了，大家。好，我寄给你们这个感谢信，慢来，快休息呀、啊。好呀，我念排名嘛，好暖，好暖，好暖。等我一下，呵，开好了，我要念排名了。第十五名是青蛙，哇，心意差一点点，呵呵，心意差三个烂花。诶，等一下，你们还在送我，哎呦，这样我要重整呢。我左右肩膀都想好秀阿潘首次握手会跟我讲的话。真的吗？所以月月要当特工队吗？帅一波哦！月月要当特工队啊、哦！嘿嘿，哦，我有特工队了吗？有看见阿潘兴奋的抖动吗？好了，我就要念排名了。我边念排名，今天第十五名还是青蛙，就是青蛙，谢谢青蛙。再来第十四名是慧香，谢谢慧香。第十三名是 Iris， 谢谢 Iris。第十二名是傅维，谢谢傅维。第十一名是亚麻鲁布，谢谢亚麻鲁布。然后第十名是汉汉，谢谢汉汉。第九名是小爱，谢谢小爱。第八名是玉安，谢谢玉安。第七名是任品君，谢谢任品君。然后再来第六名是 Happy Love， 谢谢 Happy Love。第五名是博弈，谢谢博弈。第四名是 R6， 谢谢 R6。第三名是 Lingo， 谢谢 Lingo。第二名是百合小团，谢谢百合小团。第一名是 Eugina。我这里没有阿咪，我这里没有阿咪老师，不好意思。我这里没有阿咪老师，但是有阿潘老师，阿潘老师。这样可以吗？你们知道远距离海报有更好笑的梗吗？我上次听姐姐讲，我觉得超好笑，我要来咯。远距离，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什么事都没发生。对不起。我被翻到白眼了。对不起，我浪费了你们的30秒。那个最后我再讲一下，就是那个这个是这次是我第一次进选拔，等一下我要边放夕阳。好，就是我第一次进选拔，然后我还有很多很多想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想要挑战的、想要去的通告啊等等的，然后想改变自己的地方也有，像是很怕生啊，或者是就是上节目之后反而会很紧张啊等等的，想要好好的改进自己。然后就是 mini concert 也快到了，希望就是
进入选拔的自己，可以让大家在 mini concert 看到更不一样的表现，更不一样的表演，让大家觉得嗯，阿盘果然是可以进入选拔的人才呢。希望可以让大家有这种感觉，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在 mini concert 的表演，还有之后三单的各种活动，希望可以让大家留下很好很好的回忆。然后阿潘也会继续努力加油，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减肥。我前几天量体重发现自己胖1公斤的，一定是因为进选拔之后，我爸爸妈妈带我去吃牛肉面，然后我哥哥又请我吃蛋糕，然后又过生日一直吃东吃西，一直在庆祝，然后就变胖了。幸福肥，我会努力减肥。然后谢谢大家等我等这么久，让大家久等了，以后不会再让你们等了，我会努力加油的。可是虽然是这么说，可是我还是一样腿短，可能跑得不是很快，所以你们还是要在背后撒泼我，可以吗？我会有事没事就像那个女生上厕所一样，会说你还在吗，你还在吗，然后我会一直这样回头看你们，你们要不可以不可以走太远，我会害怕。所以等等，这些直男懂吗？我也很好奇，你们这些直男懂吗？我相信人平均懂。上厕所有点不懂，哎，对，上厕所你们不懂，哎，就是女生上厕所都会两三个人一起去，然后上厕所的时候就会一直喊说：“你还在吗？你还在吗？”不懂，但你会一直有人在。我不小心讲了一个大家都不懂的比喻。总之就是我会一直回头确认你们在不在，所以女生你们要一直都在。雅克萨克，阿潘最棒的生日礼物，开心！最高の誕生日プレゼントだ。本当、幸せ。等等，为什么我懂呢？男的给我自己去，好凶哦！雅克萨克。真的，今年真的是很棒的生日，我很开心，谢谢你们。那个半夜逼哭了，呜呜，什么？我哪里逼哭你了？我有做什么？我怎么懂阿潘的话？耶，月生日快乐！虽然过了很久，有一种过生日月的感觉。谢谢大家。这些曾同学的复仇啊，谁叫你上次弄哭人家？谢谢你们，每次都弄哭我，这次换我来弄哭你们了，哈哈哈哈，要丢。好了，大家晚安，拜拜，耶，18岁生日快乐，我18岁，我18岁，谢谢谢谢各位，大家再见。另哥给我把我唱歌影片调回去哦。等我存档了你再删掉。拜拜。哦，最后说一句 ,Radio 那个影片我有存档。拜拜。
みんな大好き。